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s kingdom.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s presence. 三第三宝和同一点和同之意和是和成一体，同是相同。和同象征老四与我们的精印，表示我们已归根人。我们手抱和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和成一体，同老一样。 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二点和合同，同同合，抱起合同，能闭眼罗。三点左手属善当在外，右手属恶居内边，子亥相掐怀中抱，能脱酒大大劫关。四点现在。 让我们应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但是使徒们则被那些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从这件事，我们可以了解他是对合同之一种预言。在那时，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须如此。”